歌迷朋友的这个，是，哎呀，一定香包上，那这样每个香包，每个歌迷就可以闻着这个属于毕书尽的味道，有这种陪伴祝福的感觉了。那我们就请你帮忙调配，现在就来了。哎呦，没错，马上就来，来，看看你，我拿这个空的试管，要从哪一个味道开始？每一个味道大概都要先闻一下下啊，因为每一个味道不一样。我知道，毕书尽呢，既然都对这个香味非常敏感。喜欢的话呢，应该可以调制出非常不一样的。好，专业哦，有没有？知道这个在马上滴下去之后，还要摇一摇啊，让我们的左边的朋友们都拍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哎呦，很随性的拿出了两款喜欢的颜色与味道。调制出这个是毕书尽，哎，如果不喜欢的话你可以换哦，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空的试管，如果你觉得那个实验家的精神，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不对了，你可以随时的换。黄同学，你看每个人都心平安一下，想啊，黄不是我吗？我没有投进去，怎么会轮到讲到我呢？这个怎么，我们的歌迷朋友都很不称职哎，都没有用毕书尽的歌，怎么会这样啦？哦哟，哎，不接电话是不是很好？是不是要换下一个？要不要换？换 ，sorry。接了。他会不会说？还有回音哎，你看。OK。哎呦，有看到了啦，中间的朋友、就是、有看到了，好，请往右边移一下哈，移动一下，耶、很害羞有没有？我们另外一位歌迷朋友们正在这个高铁的路上啦，所以我们就不妨先唱歌好了。哎，没有啦，要等一下人家啊，慢，小心慢走哈、哦。哎呦，怎么歌回去是不是应该换一下铃声了啦？换一下铃声，好，记得换一下啦哈。毕书尽有那么多好听的歌，来，怎么称呼？佳佳也是一样，佳佳毕书尽的家里就不要那个，就不要拘束了啊，就直接入座在椅子上啊。今天我们这边特别搬上了沙发，有没有？就是要有营造家的感觉。我知道毕书尽在家的时候也喜欢哼哼唱唱，是，今天不妨你就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。那两位也既然都上来了，都在家里了，所以我 Q 就随时随水弟要唱，哎呀，会唱吗 ？OK 吗？应该 OK， 应该 OK 吧？怎么那么含蓄？佳 OK 了，那你呢？应该可以，那麦克风就交给你们喽，好不好？麦克风交给你，我们就把舞台让给我们两位幸运的歌迷朋友，还有毕书尽，掌声欢迎。会唱吗？这个太阳好大，我躺在沙发，温度居然38，我的朋友在哪？确定我吗？我现在快要闷死了，没有想法，我就快要蒸发，没有办法，我想要他。好，来看一下中间前方，中间下方，中间举手，请高高的举起来，让我们毕书尽跟这个大家一起合张照。好，我们媒体朋友们开一下了哈。OK， 大家都举在手上了吗？有专辑的举专辑哦。好，中间举手术这边，对不对？右边。好，右边，你的右手边这边。